大众，请先就坐好，坐好位置。朱山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！阿陀佛欢迎大家今天再次莅临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，本讲座即将开始。 请大家静数就坐。佛陀以一大事因缘降生人间，是为了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正见，此间度化了无量无边之众生，让众生开启就竟解脱之智慧。在末法时期的我们。 虽不生逢佛事，性仍有正法助事岂能不把握此殊胜的因缘，亲近三宝，听经闻法，从信解行正中依教奉行，依正法而住，悟第一义谛，进而实参实悟实正。 佛法贵精，不在多。只要其中一两句，就能深深契入众生心，如甘露润众生，令众生得闻法要，而体悟宇宙人生之真理。不物及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我们也即将准备迎请师父，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我们以最恳切、最真诚的心。 一起唱诵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等待师父上台为大家宣讲。 大家都不会煞板，麦克风太小声了，麦克风太小，大声一点。哎，麦克风太太小声，请坐。阿弥陀佛。嗯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请合掌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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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呢继续昨天呢啊,啊，接下来啊，诸位啊，我们说。 万法呀，回归自性。其实啊，我们念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是回归自性。阿弥陀佛翻译成中文叫做无量寿、无量光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开采永恒的法身慧命。 就是无量寿，这个无量寿不是有量跟无量来比较的，叫做无量，不是的。本性具足永恒的法身慧命，叫做无量寿。光表示智慧，光表示智慧。 所以，无量光就是我们人人本来具足的大破了智慧。南无是皈依，是皈依清净自性的永恒法身慧命，回归回来，皈依自己清净自性。 本质具足的摩诃般若，就算是念自己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仍然不离自信。所以，回归无量寿，回归无量光，就是回归自己的清净、永恒的法身慧命，回归到自己啊，本质具足的般若。 妙智，因此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要懂得回归。那么站在四项上来讲，啊，九眼结前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每次啊，用四项来引导入自己的清净自性。 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一般人他只认识外面的佛，他每天都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但是彻悟的人知道，接引之事即成生灭。 有来有去就是生灭。要怎么样能够往生净土呢？就是创造自己清净的自性，然后深信切愿，也愿意往生净土。净土的思想是：虽生无有能生所生，虽去也没有能去所去。这个才是净土的精髓思想。 那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念佛都求看到这个相，所以有的人修行啊，修到着魔，说他半夜阿弥陀来都来跟他讲话，然后啊一直执着于想要看到这个相，印光大师啊就讲得很清楚，就算看到这个相，也放下。 千万不能助着，要不然会着魔。对印光大师讲的很清楚，所以就一句这么简单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是皈依无量寿佛、无量光佛，指的是九眼结成道的一尊佛，叫做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的回归到自己的清净自性，我们外面无所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六根六尘六十一十八界都不可得，不可得中如是得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要南无阿弥陀，要回归自己的清净的无量寿。 要回归到自己清净的无量光，这样子念佛才得力，才有着力点，才不会着魔。我们不懂得这一层的道理，都是念心外的佛，修到外面，修到后来都变成外道了，都变成外道。当然有一些。 啊，老菩萨奶老奶奶，也非常的精进，道理虽然不懂，可是愿意在事相上下功夫。我深信极乐世界，发愿到极乐世界，我一心念佛，也得到种种的感应。这个老奶奶啊，心理善良，也单纯，事修具足的离体，所以。 他没有被动摇，所以自古以来，啊，念佛的人容易成就，因为三根普被，立顿全收。那师父呢，叫做真上缘。你要弄清楚心性的东西，你念起佛来就会得力，才不会被外境所干扰。 你一辈子花在是非、人我、取舍、能所，你看你一辈子浪费生命在没有意义的缘起里面有多少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经，要闻法。我一直讲。 佛法绝对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含有深奥的道理。哦，今天来简单，只有南无阿弥陀佛，竟然可以剖析这么透彻，念了那么久的佛。 还不知道这一层的含义是什么，所以鼓励大家，如果呀，我们有因缘在办佛学讲座，诸位啊，务必要来学习啊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。那么昨天讲的如来的正法，它是对活着的人。 昨天也剖析了、分析了中国的佛教，从如来的啊转大法轮入涅盘以后，把佛法传到中国来，融入了中国的圣宗之眼孝道第一，然后。 在维世邪的出现，《地藏经》的出现，就变成了今日整个佛教助念助念团，梁皇、水陆、点灯消灾、八度，包括我们今天的那古塔。 也都是依循于中国人的方式，可以接受佛法的方式，把它用菩萨的心，更加的圆满它。哦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啊，具足大圣的根气，都有慈悲心，啊、哦，不能爸爸妈妈受苦，不能爷爷奶奶轮回。哦，赶快立一个牌位。 所以昨天也讲到这个中阴身的问题，能救还是不能救？根本越重的没有办法，太难了啊！所以你现在每一天都要超度自己的妄想，每天都要超度放下，你就浮上来。记得执着叫做石头会沉下去啊！放下，放下。 你学习放下，学习放下，接受这个啊苦难的事实、缘起的事实已经发生了，不可改变了。除了认命以外，你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所以慢慢训练这个妄想，让它空掉，让它放下。 自自然然的就见到清净之心，用这个心性来念佛，来念佛，即心就是佛，内心就是心净则国土净，也符合佛陀净土的思想。啊，信清净，愿清净，行清净，信愿行具足。 哪一个不往生极乐世界呢？而极乐世界说去没有去啊，说往生实无生，因为一切法本质无生，叫做转换一个正一恶报。在这就会讲个更具具体的，你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，你看到的人都是在走路。 都是在走路。你今天转化到极乐世界去，脚上踏的是莲花，你会看到虚空当中大菩萨的来去自如。如果你要吃饭，失食得十，失一得一，说我想吃吃再多，他也不会撑。你说我不吃。 也不会饿，这是我看净土思想里面这样记录的。不吃那也不会饿。如果有一想要说我要穿衣服，那么衣服从空中飘来，自然合身。娑婆世界哪有这样子的条件？我现在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体重的问题。 我一直想瘦下来，可是好像没什么指望。嗯，人家信徒就说：“上人，你应该减肥了。”这不是极乐世界、啊，说肥就肥，说瘦就瘦啊！ 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在娑婆世界、啊，诸事不顺，因此我们就了解，如果你转化极乐世界，你看到的是一片都是清净的，没有坏人，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这个是我们唯识学叫转世成智。 而是我们学净土的，就自信在改变，正义恶报就会改变，叫做转秽土，就进入净土。你要转这个秽土进入净土，要先转你的心，还要转你的业。你没有善业，不可以少善根，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 你怎么入净土啊？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弘法啊，会让更多的人对净土认识，净土不离心性，心性不离净土。那么，如来的正法是活着的人的甘露活水，在昨天呢讲的。 啊，但是有一种工具很重要，比如说碗，你打破了，这个碗打破了，水倒下去的时候，这碗打破了，不能盛水。所以啊，两种力量，会让你一个完整的碗。 就是忍住，就是心要有定，要有定，什么事情都知道假象如梦幻泡影，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这世间有很多不可忍的，哎，叫孰可忍，孰不可忍。在佛教里面，正道无声，无所不忍。 你所执着的这个事相的缘起，并不真实，但是众生很难在这两个力道加强，一忍不下来，你这个碗就破了，没有办法承载甘露法水，心中没有定，没有定，没有定。 你就没有力量去认识如来的三昧，也没办法认识清净的净土，因为一切的净土都必须在定中显露出来。散乱心哪有办法显露清净的净土？所以三昧的定便很容易跟净土相应。 至少你活着，懂得谦卑、忍辱，渐进式的，你也跟佛的净土渐渐接近。啊，没有忍辱，碗打破了；没有定力，碗也打破了。碗打破了是没有办法承载甘露法水，也可以念作甘露。 活水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每一个人喝了如来的正法甘露法水，都能起死回生。昨天我讲了一句话，说我很富有，重点在不是我拥有很多，而是我要求的很少。这句话在转换另外一个角度。 就是知足的人，他永远是最富有的。这个世间无缺无所求，时时刻刻知足，他是最富有的。有一个年轻人，哎。 来到了文殊讲堂，他就说：“上人，阿、啊、庆，你这样讲的话，啊，这个社会怎么进步啊？啊，这个国家谁来保卫啊？”嗯，有道理。我要跟他讲，学佛度有缘人，不可能改变全世界的人。 有一句话你要背起来：，这佛法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空间，你或许可以度一个人；在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空间，你可以度一百个人；或者在某一个时间空间，你可以度一万个人。 但你不可能渡全世界的人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每一个人都是业力牵引来的，背后含有善根、福德跟因缘，各个不同。所以，是不是说我们想知足，众生就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话啊？我们一样生活。 一样使社会进步，一样衣食住行，但是我们没有非分之想，也不会觊觎别人的财富。我指的是这个。你有多少能力，要安排自己的生活。啊、哦、因此学佛就是调试自己，调试自己。 接下来有几句话啊，虽然有讲过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作为一个重要的鼓励。所以一般人呐、啊，生活在顺遂的时候啊，如同唱一首歌，它有着美丽的旋律。 很自然，容易喜悦、欢笑，但是因为他没有如来的正法，有一天一旦陷入绝境的时候，许多人都是焦虑、跳楼、自杀、忧郁症，变成极度危险的人。 落入极端的思想，极端的思想，意思就是说，顺遂的生活就像唱一首歌，有着美丽旋律、动听的旋律，当然每个人都欢喜喜悦，但是，一旦陷入绝境。 如果你仍然保持微笑，这是非常值得人家敬佩的。第二个哲理名言：真诚忏悔的眼泪，能够在一念之间洗涤众生。 百千万劫的罪恶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邪佛不能用应付的。他虽然也来这儿坐着，只是随喜，或者是不小心的，或者是说啊，你为什么要来听经啊？啊，我朋友就一直说，环我还是不错啊。 矮矮、哎、的，长得蛮可爱的，去看一下。哎，他真的来了，这叫做不小心邪火的。哎，那说你为什么今天会来呢？以前我都在门外偷听，觉得不错，我今天进来了。哎，连偷听都受用。好，今天我们坐在这儿，要用真诚的心。 谁能无过？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啊，为什么要常常诚心的忏悔？所以，真诚忏悔的眼泪，在一念之间，就能洗涤众生百千万劫的罪恶。因为百千万劫就在这一念，这一念。 能抵得过百千万劫的黑暗，我们的祖师啊，很会比喻。千年暗示啊，一灯即亮。说这个房间呢、啊，放了千万年呢、啊，暗暗的，但是啊，哎，打开灯，一灯就亮。 意思就是说，按了那么久的暗示，黑暗的房间里面，一灯它就亮。虽然我们有百千万劫的无明，但是我们邪佛的这一念智慧之灯，就能照亮。 你人生宇宙无穷无尽的般若智慧境界显露出来。我们常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可是问题你连那一点火都没有，燎什么原呢？星星之火，这比喻开悟见性那一念。 就可以烧尽无名蔓草，一片的荒野，一片的荒草蔓延，比喻作无名。大悟见性，比喻那一点点的火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开悟见性的重要？因为这是佛的心，有这个起点，回归到终点。 终点就离不开这个起点，因此你没有这个真实的智慧，那要真实的智慧怎么办？那我先忏悔业障啊，有惭有愧即是菩提呀、啊！做呀，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。 不要做做对不起因果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里面呢、啊，变成一件很困难。为什么尔虞我诈，大家都做表面的功夫，就变成我要活下来，有许多的无奈。 因此，佛陀告诉我们，邪佛会越来越难。像我们现在的全球暖化，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，早上要上学，我在台北啊，念小学，那个冬天呢、啊。 都要穿棉袄的，很冷的。五六十年后的今天，全球暖化的非常严重，南北极的冰帽融化殆尽，世界气候的组织没有办法，美国说退出。 世界气候的组织，全球七十亿的人口，每天都要生活，每天都要生活，你就必须要制造二氧化碳。诸位，我们说要节能减碳，事实上非常困难啊。 非常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目前所有的工具都跟二氧化碳有关系。这个地球变了，彻底的改变了。这个地球能撑多久？没有一个专家说的定。 说得定，所以如果大家再不努力环保，下辈子会很苦。我看这个新闻报道的，啊，那个鱼大的鱼拖出来，包括鲨鱼，剖开那个肚子，全部都是塑胶、垃色袋、人类抛弃物的垃圾。 把大海当作垃圾场，所以全球暖化、污染、疾病越来越多。注意啊，全球暖化，这个昆虫的传染病就会往山顶上攻，在极度寒冷的这个昆虫没办法存活。 就是有暖，它也不能孵化。全球的暖化本来海拔三百没有什么蚊虫。现在要五百，现在要七百，还是有一些昆虫。有昆虫，当然有益的昆虫对人类有益的昆虫，像蜜蜂啊。 也有病虫害的，所以现在的疾病就往高山一直推，一直推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住在高雄，几乎没有什么冬天，热，更热，非常热，就是这样。 所以，我们呢、啊，学佛的环境越来越不好，大家呀，要努力。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呢、啊？佛法难闻呐、啊，经已闻呐、啊，哎，佛法不好听闻，经已闻呐、啊。 说此生不向今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？所以大家要珍惜。我告诉你，一切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正品，时间最最贵，多少钱你都买不到时间。你说、啊、这个奶奶奄奄一息了。 你希望他时光倒流，不可能。万贯家财啊，买不到寸光阴。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呢、啊。所以大家呀，不要说等到来世啊，来世太辛苦了。要常常这样子，这一辈子就要解决生死。 不要等到你命中，现在的每一念，般若智慧，都在超度你的妄想，啊，我们说超度亡灵，超度业力，超度妄想，超度错误的之间都需要超度的。所以自信要自度，佛跟祖师。 都告诉你，你那个内心发挥出来的力量会非常大的。这一辈子，啊，根本叶青，那临命终说，哎，有一年上人加持一下，大众念佛回向一下，因为你的根本叶青啊，是福着嘛，什么都看得开，什么都放得下，什么都能忍住，啊。 也什么都能舍，所以浪费时间呢、啊，等同浪费生命啊！世间人呢、啊、都珍惜时间的啊,啊，人家古时候啊都要凿壁借光啊，打一个墙壁的洞啊，借这个光来读书，他还是想要。 功成利就，那只是世间人呐、啊！啊，经商赚个钱，考个状元，这个在如来正法角度看，都叫做无常法的。在这诸位，有的人会对这句话说：“啊，大家都像慧立法师你这样。” 啊，这个国家谁来治理？诸位，我所这个假设的是不可能的。一则比喻，谁不想考上状元呢？是不是？状元风光啊，探花啊。 是不是？举人呢？乡镇里面的名人呢？这个谁不要呢？谁愿意躲在一个茅房里面要阅读三藏啊？谁愿意这样子啊？所以我这不可能的假设就是说，世间的你叫他说不明，不要明，不要利这。 这怎么样都很难。读书是为了生存，学佛是为了懂得死亡的道理和活下来的当下，这不一样的。学生是学习如何生存，学生之道易；学习死亡、学死之道难。 要学习怎么面对死亡，这个学问就很难了。所以，我们呢，不能浪费生命，不能浪费时间，因为时间是生命的原料。生命怎么来的？就每一个动点的时间加起来的。 昨天加上今天加上未来，以前从前加上现在加上未来，它就是生命。那以前时间构成的，这众生比较听得懂了，不是打破时空那个圣人的境界、啊、说法是为众生呢、啊，所以让众生听得懂受益比较重要。 我们浪费时间呢、啊，就等同浪费生命，因为这个时间是生命的原料。诸位啊，业力是生死轮回的原料啊，业力啊，善业、恶业，啊，这个是生死的原料啊，啊，时间是生命的原料。 你为什么能活着？因为时间还没到。嗯，那如果你今天一直虚度光阴，一直浪费你的生命，铸造在对你的死亡乃至于活着都没有任何的帮助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学佛就是。 找到生命的真实意义，找到一条光明的大道，找到生命的灯塔。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夜海里面，你需要这座灯塔。听经是正确的选择，非常了不起的选择。 还有一点，佛法不只是开播的智慧，还教导怎么做人。诸位，谦虚是智慧的开始，傲慢是危险的旁边，危险总站在傲慢的旁边。所以，如果你很有成就， 你在这个乡、这个乡镇里面是名人，乃至你在这个省份里面算是领导者，那么就要更注意底下这句话。佛陀告诉我们要把自己高超的智慧。 和思想，好好的隐藏在内心的深处。不到时空，不要锋芒毕露。我们可以闪耀你的人生智慧，但是不能太刺眼，会引来杀身之祸，要小心。 不要去逞那个口舌之争，命都会没有。这句再念一遍，要把自己高超的智慧和思想，好好的隐藏在内心的深处，千万不要太过锋芒毕露，太闪耀会刺伤。 敌人的眼睛，你会有杀身之祸。所以，古来对我们的行为举止、讲话都有一个警戒：一言足以兴邦，一言足以上邦，一句话可以让整个国家兴盛起来。 一言足以上邦，一句话要国王讲错一句话，国家都灭亡。所以古圣贤都叫我们要谨言，要慎行。学佛以后，你就哇，可以用到你的生命里面。 啊，接下来，无知等同灵魂上了手铐，一辈子也找不到钥匙。无知啊，我们的无知就所谓的无名。就等同我们的灵魂呢、啊，上了手铐，不自由，不自在，好像关在牢狱里面。 这问题是没碰到如来的正法，找不到钥匙。这句话再念一遍：无知等同灵魂上的手铐，一辈子找不到钥匙。所以大家要找钥匙，就得找如来的正法。我都鼓励我们。 你要用智慧，同时养成很好的习惯。什么习惯背后都拥有人类的美德跟人格，还有佛陀的智慧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与其要养成坏的习惯， 不如用智慧养成好的习惯，诸位，习惯就是业力的总称，我们称它叫做惯性意识。啊，如果你在无重力状态之下，叫做动者恒动，静者恒静。 如果你是学理工、scientist 科学的，就知道这个道理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失去控制的时候，全部由业力来决定，你会失控的。人活着的时候，诸位，你可以说我今天要怎么怎么做，我明天希望怎么怎么做，有个计划。 哎，对呀啊，一个人躺在那边呢、啊，正在助念的时候，物理现象就出现了。你那个深入的种子，因为严格鼻舌生意，不起作用，眼睛闭上来了，身体渐渐不能动了，你的思维模式已经没办法思维了，剩下的是什么？ 就是第八意识，这第八意识，世间人俗称灵魂，在没有转世前叫做中阴身，这个时候就是这一辈子所累积下来，那个不是由你的行为举止来做决定的。 那是由你深深的意识，这一辈子累积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如果你走错路了，啊，自己觉得很行，只是一个小领导，就觉得自己成就非凡，可以去贪嗔痴无尽的挥霍，苦的是自己。 苦的是自己，人活在一个观念里面，金钱呢，如同大便了、啊，要把它撒在这个地上，种子的身上，它才能发芽、成长。 茁壮。我们现在的生命观刚好相反，是把钱锁起来。春天不播种，秋天当然就没有收成。金钱呢，如同大便一样，要把它撒出去。 它就像种子一样撒出去。你要，如果你经济很好，呵呵除了护持三宝，要济弱扶贫，要多做善事，造桥铺路，尤其要对乡里做出贡献，对社会做出贡献，对国家做出贡献。 佛法的人生观是大自在跟解脱的，跟世间人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呢，改变一下观念。有智慧的人，钱是一种造福天的工具，他会推动菩提大道，因为他会用钱。 所以，哲学家告诉我们：会赚钱的没什么了不起，你要找到那个会用钱的就不得了了。我懂得善根、福德、眼眼，对不对？别人做不到的，我做得到，所以要用智慧。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慢慢的能成就无上大菩提。比如说，用智慧令三业清净。对，做再再大的善事，比如说开医院救人呐、啊，你是中医师啊，救人呐、啊，啊，乃至于。 你是慈善家啦，诸位，智慧、了解、清净的道理，所以你要用智慧，慢慢的培养无所住。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善事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上苍知道。 所以我一直跟徒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：放宽你的心胸，上苍不会亏待你的，因果绝不误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看众生啊，那个斤斤计较啊，就会很辛苦的，啊。 那有的人是很无奈的，有个奶奶来供养，哎，供养以后就说找我五十块，我说、啊、那做什么？哎呀，他要坐车回去，哦，我就真的找他五十块。嗯，这个布施还要找零头的。 没听过啊！你呀、啊，如果有有那个善心呢、啊，说要供养上人呢、啊，千万不要用找的。你先把你的车子放在你的口袋，哎，还有一个、啊，哎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农历年的时候啊，在文殊讲堂，他放红包，放两个口袋哦，红包一个放左边的口袋，一个放右边的口袋，哎，结果呢，哎供养，哇吓一跳，这什么这么多钱呐？啊,啊，台湾人，哇，师傅供养。 然后他接着那一句就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拿错包了。”收起来，又供养一张，一张。啊，我们当然起欢喜心啊,啊，供养是个人的种子啊，啊，布施不布施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啊。 我们如果有智慧，在行一切布施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充满着喜悦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待人处事也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。为什么？这世间没有人没有缺点的。 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从完美当中取出完美，剩下的依然完美。这句话改成众生了、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从无名取出无名，剩下的还是无名。所以啊，人总不能愚痴一辈子啊，看不对劲。 都要转方向，要学佛了，啊！所以用智慧，要培养你的美德，你的人格。所以我们要向佛陀学习，就能过着幸福、快乐的好日子。这一句再整理一下。 由智慧养成的好习惯，就能成就无上的大菩提。要养成好的习惯，让业力转变成愿力，清净的愿力；让业力无名的业力转变成慈悲的愿力。 比如说，用智慧培养三业清净；用智慧行大布施；用智慧待人处事；用智慧培养美德。要向佛陀学习，就能过幸福美好的日子。 第八，这是佛陀所呵斥的，就说最恶劣的坏习惯就是暴怒。暴怒在六度万恶里面有一句话：暴怒就像晴天霹雳。 乌云密布当中的闪电，打大雷，打大雷。最恶劣的坏习惯，就是暴怒，就是莫名其妙失控的情绪，讲话尖酸刻薄，也不顾对方的自尊。 同时漫无目的的去贬义一个人的价值存在，伤人于无形。这佛陀说，这是很没有人格，是最恶劣的人。说他是强者，应当说是懦夫。为什么？说是强者，是暴怒。 说是最弱的人，因为清净自信控制不住，或者说，啊，最后归纳八个字，最恶劣的坏习惯就是暴怒。比如说、啊，我们今天的金门体育馆了啊、哦，这个金湖体育馆，哎，大家都静静的听经文法。 你突然看到两个暴怒对着干，所有的人几千人都会往那边看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是不是？这整个气氛呐、啊，都破坏了。还有啊，讲话呀不能尖酸刻薄。我今的比喻，这尖酸刻薄啊，就像一只刀子一样，这刀子。 不是削别人哦，无形的刀子，啊，我用一个比喻，你才看得懂。如果这一块是福报，对不对？尖酸刻薄的语言，唰，这一片没了；再讲尖酸刻薄的话，唰，没了，是不是？ 哎，你你一直讲尖酸刻薄的话，就像刀削面一样哦，刀削面，你看过刀削面啊？唰唰唰唰唰，到最后没了，福报消完了。哎，所以大家要守口如瓶，那个伤害因果的、伤人的议员。 违背良心的话，千万不能讲。你要累积福报啊，怎么会消掉自己的福报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你命中要靠这个啊，不可以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得生彼国啊，就是靠你平常累积的、啊。但是你这只嘴巴尖酸刻薄。 就像刀削面一样，唰唰唰唰，啊！我在看电视的，哇！现在刀削面还有机器啊！哎，我在讲堂啊，比比喻这个刀削面啊，是尖酸刻薄，然后有一个大白痴，他说。 啊，刀削面这样对的，要不然我们哪有面吃啊？<laughs> 这个不教，不教也罢了。我是比喻呀、啊，<laughs> 这个跟吃面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这个实在是讲不下去了。这真的假，讲设说法要看人了、啊。我在比喻说，会消尽平生的福报啊。 他说：“时那这样就没有面吃哦，这个你还讲得下去吗？”哎，整句的意思，我把它念一遍，然后佛陀归结：最恶劣的坏习惯就是暴怒，讲话尖酸刻薄的人，不计不顾及别人的自尊，杀伤力太大。” 随时随地贬义，义，就敬仰的仰，那个人不改成提手旁，义啊、哦，知道吗？仰慕的仰，人不改掉，变成一个提手旁，并贬义了一个人的价值存在，八个字：暴怒。 讲话尖酸刻薄的人，八个字，是无福之人，是没有福报的，他没办法累积福报，叫做人格崩裂，人格崩裂，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是不满，时时刻刻都不能让自己的心内心里面和和，跟谁都合不来，人格崩裂。 消尽了自己的福报，跟这个也合不来，跟这个也合不来，是吧？啊、哦，我们呀，哎，要带带团，你只出去走一走，要不然我们带团到台湾走一走，哎，那个人一报名啊，全部做鸟兽散，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，这个就很严重啊。 所以啊，不要一直认为我们很行。什么是伟大的人？无量越多众生需要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越伟大。如果无量无边的众生就不要这个人。 这个人就变乐色。主要，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你的一生一世，你要注意听，你要注意听。啊，这个警察每天在喊的 “attention”，就是注意的意思啊，“attention” 啊。第九啊，我这里啊。 自己标号的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不承认他有丑陋的习气呢？是因为他们还不想放弃那个丑陋的习气。说啊，你不可以怎样怎样啊！我我搞改了，我早就改了，是不是啊？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不承认他有丑陋的习气呢？是因为他们还不想改过自新，还不想抛弃这个丑陋的习气。诸位啊，改过是进步的动力。我们呢、啊，要能改过，生命。 才回归正常。学佛是至高无上的理想。这里有一句话，跟佛法是一致的。人生最伟大的目标，不在名存利就，而是保持一颗心灵。 高超圣洁的智慧，他过的是真实的人生。学佛就是脱下假面具，过着真实智慧的生活，就是没有人认识你。 也不寂寞，自己一个人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也不孤单。就是在千万人的面前，入万人之中，如入无人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颗高超、圣洁、智慧的心灵，在他内心的事。 智慧里面放出光芒，如佛一般。这句话再整理一下：人生最伟大的目标，不在名存利就，而是保持一颗心灵高超、纯洁的智慧。我们要有。 圣洁佛陀的人格，高超纯洁的智慧，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。